又将造成一阵混战。另外一边的角球还是莫塔来主罚，球开起来禁区里面头球攻门出进了。这一次莫塔是准确找到了奥古斯托的头顶啊，奥古斯托是人群当中高高跃起，开始逐渐的找这种进攻的机会，头球甩一下，可惜了刚才这个球啊。有队友套杀，看看这次传中的质量怎么样，传到发球区里，头球差，直接后场啊，直接是选择大范围的起球，掉到禁区里面之后啊，奥古斯托这个头球。这绿城的防守啊，我们来看一下伊藤的进攻，在左路起脚传中了两个点，头球的攻门稍稍高了一点点，来自于奥。看看这次的任意球尝试，还是莫塔来主罚，左脚直接打向球门，在球的路线上呢，进攻队员是前场的定位球，掉到禁区里面头球，应该还是前。我们看的正是他在禁区里面，看一下打到门前，这个球并没有越位。多米尼克真的是辽宁沈阳红鹰队，身穿蓝色球衣往左方往右方攻的是浙江伊藤队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在禁区里的头球，很可惜，刚刚开场啊，浙江伊藤固定位置想做出配合，就要学员头球的攻门，到了伤停补时阶段，角球开出第一点，头球直接攻门。那基本上这个低平球啊，是很难从底下给。这个球朴涛宇起来头球漂亮，奥古斯托漂亮，抢头抢啊，有了有了，开场不到六分钟的时间，开场不到六，传起来，传到后点，头球攻门，好的，球进了。这是下半场朱绝杀，哎呦，好球！张继明，啊，一根儿，哎呦，危险！哎呀，全力拿下。只有这样的话，在三，哎，好的，好球！Para acabar levando o gol. Aí o Yarley fez uma belíssima jogada há poucos instantes.Tocou na direita. Cruzamento, Guto! Gol! Até o Uziel. Vai pra cima da marcação. O Uziel conseguiu o cruzamento. Desvio! Gol! Felipe Amorim ameaçou bater. Serviu o Digão. Dominou. Jogou pra área. Vem o toque de cabeça. Gol! Uau!赵妹呢稍有这项这个失误的机会，但是现在呢看传中路的头球顶到了，这下顶高没达到自己效果，哎，这球还是有一定威胁的 啊第一轮打天津体彩，古托是打进了全场的唯一进球，然后这个机会，哎，这球处理上可能我这球给的不错啊，好球啊，古托是有一定的优势，看看这次没有任何人顶到这个球，起来，哎呦，好球，哎呦，可惜啊，太正了，对，另外整体来的更兴奋，反应非常快啊，哎呦，这球啊没顶进，
先来看一下这个球，任意球直接打到禁区里，头球攻门，又是两个外援直接。头球后侧，机会。哎呀，这个球哦，自己把球挡进了球门，一个攻进了自家球。